欢迎收看聚焦二点零，我是高文英。今天这位来宾他是中西医的医学博士，要告诉大家捏脊弓。什么是捏脊弓呢？脊椎的脊，趴着背部不是有经络吗？然后你去捏它，按压它，看到哪一个部位出痧，再去相对应是那个脏腑出了问题吗？如果要抓疾病，可以说是无所遁形的。另外，今天我们请博士分享一套急救法，低血糖的抢救法非常重要。欢迎刘吉峰博士来到聚焦二点零，博士你好，欢迎你来。文英好，大家好。大椎穴的下面，我们就开始抓。那在一、二、三的时候就会提一下，会发觉它已经出痧了。对，这是自我调整的方法，轻松下摆大概30秒到2分钟。来看一下你的双膝高度，就这么简单，才3分钟，好神奇哦。对，当我们下蹲的时候，我们的背部背肌它会做呈现牵引的动作，进而达到我们松脊椎的目标。我觉得人要活就要动，你要有活力，你不能每天你就已经没气了，没神了。我们的双手是万能的哈，那一样这样按，它也是很痛，对，代表它内分泌真的是失调。所以等一下帮它按一按之后呢，它晚上大概就很好睡了。是要涌泉涌泉，那分别我们抬高之后就这样捶，哎呦，就这样捶，然后最后呢再测一次血糖，病人大概就已经回魂了。天气冷飕飕，如何健康过个好冬？中医博士刘吉峰，请你多做捏脊弓，活化人体免疫力。那捏的时候很简单，那要比好这两指的位置。那通常呢，我们都会捏一下、两下，到第三下的时候呢，我们稍微提一下，就是提振阳气哈。提了之后呢，我们再继续往下捏哦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我们再提一下哈，好，再一、二。三，好，我们会在这个肚脐的后面这个位置，我们就会把它再拨一次，那会发觉到说，哎，其实它就已经出痧了哈。还有一套上 Y 下 A 天地结合功。那我们上去是不是一个 Y？ 好，这是已经接到阳了嘛，太阳的阳哦。那我们下来的时候呢，是一个小 A， 然后呢就会回到地。好，再示范一次哦，这叫上 Y 接阳。之后呢，我们接地到阴了哦。好，那这个动作呢，我们原则上呢要做个大概3分钟左右哈。刘吉峰博士还擅长舌诊，看舌头揪出身体病灶。他说，脑子和肠子相通，顾好肠胃才能护脑。往指根的位置走，那中医来讲要抹到108次，可是我们现在研究发觉，事实上呢，只要抹个3到5分钟，事实上就做了一个。这个暖脾的一个很好的动作，搓搓大拇指，增进脾胃功能。什么是脑肠原理觉醒？节目说本名。这一套学起来就赚到了，不是马上来。什么是捏脊弓？我们说就是膀胱经上的背腧穴，透过捏脊膀胱促进免疫系统。哎，对，这个膀胱经呢，是我们12经络里面最长的一个经络，那它里面穴位也最多。它一个膀胱经呢，事实上就有67个穴位。那一般我们民众呢，他可能很怕针，可能也很怕灸，尤其灸有时候会把皮肤烙伤了，所以这是一套很好的办法。这脊椎骨旁开2指，这是我们中医的1寸半，它就是我们所谓的膀胱经。那捏膀胱经呢，它可以免除你对针、你对灸的一个恐惧，而且事实上呢，它每一个腧穴，它会对应到每一个脏器，所以它哪一边出痧，譬如说它这个肺点出痧，对，就代表说，它最近是不是过敏？他最近是不是咳嗽？因为事实上咳嗽是中西医最难治的一个疾病哦。所以如果咳嗽，可能这个地方出痧，对，我们在这个会出一点痧。哎，对。那譬如说他最近，譬如说心血，像最近天冷，对，他可能有心血管疾病，那我们在这个心腧的位置呢，就会出现一个痧点。我们甚至发现到说，你的膀胱腧有出痧的，代表他有长期憋尿的习惯。好，我们的首席 model 一开始就已经躺在这儿了。好，要让刘博士来完整的说明。那事实上呢，我们要做这个动作之前呢，先会把这个要把我们私欲的人的这个内衣呢，会往上拉哈，往上拉，那会拉到呢大概在颈椎这个位置哈。那我们发觉到说，这中间的部分呢，其实就是我们的脊椎骨哈。那我们就扯两边。那因为我们大人的话，阳气已经形成。所以我们原则上呢，要由上往下捏。如果是小朋友阳气未成，我们大概呢就要由下往上捏。哇，注意哦，等下这个有一点区别哈。好，那因为他是成人嘛，
所以我们接下去呢就会量好。那怕他说好像有点脊椎侧弯哦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是量指的位置。那会从这个位置呢，我们所谓的大椎穴的下面，我们就开始抓。那在一、二、三的时候就会提一下。那事实上呢，你会发觉它已经出痧了。对，这是点痧点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个是属于心点，就刚才我们这个看板上面的心枢，代表它最近呢可能有一点。心悸啊，或是心率不整，这样子哈。好，那再继续呢，再往下哈，再一、二、三，再提一点。好，那你会发觉到说，他这个肝胆的部分呢，其实也出现一个痧点，嗯，代表这个人可能最近肠胃道也不是很好，马上红马上就红，对，这一马上就红哦，这才第一次而已，我们捏痧要捏三次哦，一、二。三，你会发现这个位置呢，刚好在肚脐的正后方。对，就再捏一次。哎呦，好，那发觉他的肾腧、膀胱腧，代表他可能有点憋尿的习惯。哦，这是第一次而已。那我们再往下，三，再提啊。他会痛吗？会痛啊，他会痛，会有点痛。不过因为是超级马斗，他不太敢叫。对。三，好，哇，就这样。好，那呢，我们就从。这个点哦，我发现他心点跟他肝点出了问题哈，那他有一点憋尿的习惯，那从这边呢，我们就可以去知道他的这个怎么去疗愈他，等下最后呢就把它弄起来哦。那因为呢要把这个废气往下走，所以帮我们在委中穴再做个按摩哈，这叫委中穴哈。好，我们就用这样子按摩这样，好，OK。然后我们再到这一边哈，两边手肘按摩一下委中穴，顺个气。对，等于是一个捏脊功的收功操啦。对，最后呢，我们读数要往下排嘛，所以我们要拱着手。我们一般呢，我们就会拱着手哈，然后呢，从他这个命门后的位置呢打一下，而且要抛空，他的气呢，肺气就会往底下走了。刚不是捏脊功吗？接下来是肠胃保健，这个是博士出的新书啊，叫做什么？全自愈五行的养生宝典。嗯，好，来博士，你告诉大家啊，首先也就是说，你自己是不是两年前压力很大，不吃不喝，对对对，脑子都没动，对，那个时候引发了忧郁症，对，才发现说我们的这个肠胃有多么的重要，是。那事实上呢，我们的肚子啊，跟脑子啊，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。可是以前我们在修生理学的时候，老师跟我们讲说，那个脑子叫中枢神经，肠子叫周边神经，两个是没有一搭嘎的事。可是呢，最近研究发现到说，原来你的肚子跟脑子就是这么一回事。那原来肠子呢，就是所谓的我们人类的第二大脑。那因此呢，我们就推出一个学说叫脑肠原力觉醒学说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的脑有问题之后，比如说这个脑出现问题之后呢，它会把讯息哦传到我们的周边，我们的肠胃道这一边。那因此呢，如果压力太大，你的肠胃道是没有办法动的，也就是你会不思饮食，然后觉得会有点厌食啊，或者有点胃食道逆流哈。好，那如果说呢，你的这个周边神经的这个肠的细胞呢，如果活化了，活化之后呢，它的讯息呢就会传向脑，对，你的脑的血清素呢就会很好。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教导民众说，你要好好的吃饭。现在的人要好好吃饭是很难的，对，他坐下来就把便当啃一啃他就走了，其实不对。那为什么要好好吃饭呢？那你如何可以好好吃饭？就是你每一口啊都要嚼30次哦，才能往下吞啊。大家可以试验看看，以前我们在推广的时候说50次，可是发觉那个口水都往外流，所以一般我们30次呢就会比较文雅一点。那你可以促进肠胃道的这个活化哈，那这讯息呢就传到你的这个脑，你会觉得比较好睡。其实你好好的吃饭，好好的呼吸，好好的运动，最后呢就可以好好的睡觉。你的人生呢，最后一步路才能好好的临终。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做起来还真的非常难，有点难。好，观众朋友，我们的铁粉，这个是五指补泻。对应图先拍，拍完之后，博士一个一个教，伸出你的双手，其实我们就可以按自己的五指了，手指健康操。我们讲的五指养五脏了哈，这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这个中医儿科里面，都把它
引用到我们儿童也可以用，成人也可以用。那事实上呢，从拇指的位置，从拇指开始数哦，就变成脾肝心肺肾哦，这顺序不能可以动啊，就叫脾肝心肺肾。好，有了这个基础的概念之后，再来进阶版啊，必学。为什么五指健康操这样做？首先，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，失眠，老是睡不好，所以你要补脾，你要清肝火。不是按哪里？好，补脾哦，是向心的位置，从指尖呢往指根的方向走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要泄肝火，泄肝火呢就要从指根往指尖的方向走。那一般呢，我们可以这样子哈，大家可以。一般坐车你不可能这样嘛哈，对，你平行就这样，然后呢去抹它，这样慢慢一个一个抹，一个抹哈。好，那这个四指呢刀在食指的下面，就往外，就一直往外这样子抹，就达到了我们所谓失眠老是睡不好一个调理的动作。好，再来排便不顺，气虚无力。哎，对，那一般呢，我们一般通常的情况就是说排便不顺嘛，可能是没有力嘛，那没有力怎么办呢？我们就补补肾。那肾呢，事实上是我们的最尾巴这一指哈。那你要记住哦，其实肾的位置呢，一般呢我们还是离心的位置哈。那要记住，把指根呢往指尖的方向走哈，就慢慢慢慢把它补肾。好，接下去呢，因为肾主藏精嘛，所以你如果有精力了，一般的能量呢就会起来，气呢就会足哦。那要不然我们要补补脾吧，因为你脾胃不顺，那我们就一样用拇指的位置哦，要记住呢。是向心的位置哈，就这样抹，也是抹三到五分钟。好，一方面呢，因为呢清心，为什么要清心？因为可能你的心情很烦躁，一躁之后呢，你的肝火就会旺，所以一般呢，我们就会把心火把它卸掉。哦，那心火卸掉呢，一般我们比这样，可是比这样哈，不是不大礼貌，所以一般我们都会平行这样比。那一样，这四指刀在中指的下面，那我们卸心火，卸心火要自助呢，是从指根往指尖的方向走。好，就慢慢就把呢心火卸掉了。嗯哼，好，这是第二个。再来预防心血管疾病。好，心血管疾病呢，当然我们得第一个要卸心火嘛。好，那就是一样啊、哦，像刚才讲的，它的中指，然后呢要记住呢是末梢，然后记住呢要从指根呢往指尖，就往外抹哈、哦，往外抹，发现哎这样就卸心火了。好，那我们临床上有一个叫心肾不交，因为呢中医讲心主火，肾主水，所以当我们火灾的时候，是不是水要来补，用水去灌溉，把这个火消掉嘛？所以一般我们就把肾的功能呢，把它活化，然后它的水充足之后，就可以卸掉心火。那一样，利用我们的微指啊，那一样呢，记住呢，它是向外抹。这样就达成一个补肾的动作，好棒哦！这个就是必学的五指健康操。家里面有高尔夫球吗？如果家里面没有高尔夫球，拿什么取代？一般呢，其实有磨砂粒的状况就可以，就一粒一粒一粒这样子，哎，像这一粒一粒的嘛，用颗粒状就可以。滚手球，滚手球。那一般呢，我们这个叫劳宫穴，劳宫穴在二指跟三指 V 字形这一点，我们叫做劳宫穴。劳宫穴是心包经，心包经是最靠近心脏一个经络，因为在我们冬季那么冷的时候呢，怕心肌梗塞嘛，那我们就会把这个球放在这劳宫穴，然后呢，这一手对应你是劳宫穴。就劳宫对劳宫这样子摩擦啊，哎，你发觉哎，你好像本来心脏有点没有力，或者觉得哎血压有点高，你把它磨一磨，它确实有一点疗愈的作用啊，就这样磨，这样很好哎，我球就放口袋啊，我平常我做捷运我就可以慢慢来了啊。好嘞，这个是中医博士的私房养生茶，很多人很喜欢，它叫做山甘茶，材料呢？事实上呢，甘草呢，它是补心脾哦，补你的心，也补你的脾，它也可以清热解毒，那它还可以连接呢整个药物的一个作用，所以我们讲甘草人物嘛，哈，所以甘草呢，大家不要去忽略它的作用哈。另外就是山楂，山楂呢，就是像这个叫山楂哈，山楂呢，它是胃酸，它是胃有点酸。那这个酸呢，一般呢就会入到我们的肝，对，那肝主魂嘛，就会让你的魂比较稳定。那肝主疏泄，它就会让你的毒性呢往外排。所以一般呢，我们就喝了一个补心肾的这个清热解毒的甘草，跟一个这个入酸肝的这个山楂，那我们就会变成山楂甘草的山甘茶。
那大家开始很怀疑了，到底是要多少剂量呢？其实呢，你不要介意剂量，不要介意说是三钱五钱一两，不用。其实你自己要吃，就用你自己的拇指、食指跟这个中指，你把它抓起来，抓起来就是，这就是你的剂量。好方法，原来如此。这是你的剂量，所以你也不用家里不用买量秤了。你就一般呢，就是这样抓起来，真的山楂也是，我用三指抓起来，这就是我的剂量哦。然后呢，再泡到700cc 的热水啊，或是你当然煮会比较好一点哈，那就会去活化你的肠胃系统。那活化肠胃系统，就刚才讲的脑肠原力觉醒嘛。对，肠一活化之后，你的发炎现象就会下降。所以就是泡这样一壶，泡这样一壶，这个就是山甘茶。山甘茶，特别在这种季节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活化肠胃系统。肠胃系统，对。好，博士，我要再加码，请你教大家这一套功法叫做什么？上歪下 A 天地结合功。那一般呢，我们都要两脚打开，与肩同宽嘛。那我教大家怎么与肩同宽。你先把双脚并合，然后开15度，开了15度哦，然后后脚一蹬，一蹬开来，你发觉哎，这是不是跟我们两肩就同宽了？同宽之后呢，你就开始做上歪下 A。那通常我们的手掌是先向外，然后之后呢，我们就向外举，这样子上歪。好，再下来，再下 A。好，再示范一次哦，这叫上歪。这个叫下 A， 然后上去的时候要吸气，下来的时候要呼气哦，都用你的鼻子哦。好，吸气，呼气，好，吸气，好，再呼气，这样子哈。那你的这个胸呢要挺着哈，才不会这样驼背哈，你这样挺着。然后一样，我再示范一次哦，这样上去哦，上歪，吸气哦，下来是下 A， 呼气，好。只有练到你的呼吸，所以刚好可以调整你的自律神经失调。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健康管理师顾凯华老师，你好。林姐好，各位的观众大家好。徐淑媛，淑媛姐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主持人好，嗨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赶快哦，淑媛姐真的是很难得把你从美国请回来台湾啊，那个时候是名模，是演员，后来1999年突然就消失不见了，我们把你请回台湾了，来说说吧，当时到哪去了？我嫁人了，我突然就很快的就决定，一个月之内就决定嫁人了。多久？一个月之内。一个月之内决定嫁人？不，其实是一个礼拜之内就决定嫁给他了，然后一个月之内他就把我带回美国去了。啊，所以你是闪婚的始祖呢？对，因为年纪到了嘛，所以现在那些小朋友闪婚算什么？算什么？还是要。还是要谨慎思考啦，因为我们年纪到了，也没有时间再跟你这样子，两年三年这样子谈恋爱，干脆还差不多了，就经历够了，就知道这个对不对，这个是不是适合我？嗯，对，都是以前的经验。我有一连串丰富的画面哦，你在美国的生活过得非常非常的惬意，好会做甜点哦。因为我很喜欢吃，sorry。因为我很喜欢吃甜点，那美国的它的新香料呢，我不喜欢吃，我还是喜欢台湾的口味。那台湾又不是那么甜，又没有放很多的肉桂啊、丁香啊，所以我就把那边都去掉，我就自己做呗。像什么草莓生乳卷啊、muffin 啊。对呀，而且我用的蛋都是有机的，外面蛋我不知道它是用什么蛋，那我不知道它里面放了其他的防腐剂之类的，所以我做的都是给家人做的。好棒啊！家人吃的健康，冻龄的秘密，来看这张照片啊！美魔女徐淑媛超冻龄的，请问秘诀是什么？第一个，每天站上磅秤量自己的体重；第二个，睡前全身抹乳液；第三个，连续跳17年的有氧爵士舞蹈。来，这个身材，这个身材完全冻龄啊！姐姐分享，我啊，我可能爱我自己比较多一点吧，所以我。真的是每天磅体重，我才知道我今天吃了些什么东西，不应该吃什么东西。那如果我才会知道哪个，因为女人到了某一个年纪，她的代谢会比较慢一点，所以我要找到什么东西适合我吃，不适合我吃的我就少吃一点。那运动呢，因为我比较体寒，我的心脏比较弱一点，所以我要保持我的活力。我觉得人要活就要动，你要有活力，你不能每天你就已经没气了，没神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两位都一直频频点头啊，要活就要动啊。对啊，还有一个什么？
哦，全身擦乳液啊？对，我告诉你，我从20岁就开始擦了。对啊，真的有用。我去摸我侄女14岁的皮肤，真的没你好，没我好，真的没有错啊。对，你看看这个双手伸出来，让大家拍一下你的手。这个手还好，多么的漂亮。还好了，手常常做家事，已经粗糙了，但是身体上的皮肤、脸上的皮肤都还不错。而且你一个礼拜要跳4次的有氧爵士舞蹈。对，那也是我舒压的方式吧。去那边喊一下、叫一下、跳一下舞啊。对，让你自己觉得自己还年轻，还跳得动，对不对？要活就要动。但是在台湾呢，我就练练太极啊，或者太极剑啊，因为这些在国外接触不到。好，太棒了！来，顾老师，我要请您上前来做分享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顾老师被称为是董事长的救星，你也是中医世家第五代的传人，有大陆健康管理师的执照。老师，你透过的这个叫做人体骨骼结构的调整啊，对，这里有一本老师的书，是叫做《正骨本清病源》。清病源，对，那翻开，我跟你说。你这个案例呢，真的是讲到很多人的心坎里。这很简单吗？这是不是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？终于能够安安稳稳的睡好觉。对，这个个案我帮你列出手板，你来说明。是，这个当时是一个建设公司的董事长，然后63岁，他当初来的时候，他躺下来不到1分钟，就会觉得他的膝关节的内侧跟后侧会有持续抽痛的感觉。这个在检查当中，他也去做了很多正规检查，查不出原因嘛。他跟我主诉的是说，他没有办法躺平的睡觉，造成严重的睡眠不足。经过检测之后，其实发现他只是骨盆有歪斜的现象，导致我们的臀部髋关节到大腿后侧韧带紧绷了。哇！对，然后协助他把他大腿后侧的韧带松弛之后，然后调整骨盆腔之后，其实他就可以平稳安稳的睡觉了。哦，对。但是他为什么骨盆歪斜会造成膝盖的疼痛？为什么？这个通常都是坐姿不良造成的，因为我们现在人很多人习惯就是说，我们坐着的时候不是正襟危坐，通常都是半靠坐，然后骨盆歪斜半靠坐之余，它还会带有我们翘二郎腿，或者盘腿往后靠的动作，就会造成我们的骨盆这个地基是倾斜的角度。当它倾斜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它就会去影响到它的肌腱韧带，让它紧绷不好睡。所以能不能够睡好觉，跟骨盆歪不歪斜是息息相关的。息息相关的，对。好，另外一个个案，这个是什么呢？来，让呼吸跟事业一样的顺畅。贸易公司老板71岁，身体左边是肩胛骨疼痛，对，2年呼吸不顺畅，胸口闷痛。后来你观察，观众朋友太重要了，他习惯用左手撑桌子，桌子还有托腮。不会吧？为什么托腮会造成肩胛骨移位？因为我们在这个个案的状况，他其实是他在不管开会或者用电脑的时候，他长期这样托腮嘛。托腮的时候，其实我让摄影机拍一下我的背后。托腮的时候，我们的肩胛骨是往后往上顶着的。对，顶着的时候，我们的肩胛骨它的肌腱它是整个紧绷住的时候，它会去影响到我们的支气管的神经，造成我们的胸口呼吸会不顺畅，甚至我们的心悸的问题。然后只要它长期这样撑着左边，就一定是偏左边的问题；撑着右边的人就会偏右边的问题。这其实在我们中医而论，它有简单的手法可以让它恢复，让它缓解回来之后，再去教他怎么样平常做我们胸椎跟肩胛骨的一个放松动作就可以了。好，结果解决他的是胸椎肩胛放松的运动，对，预防复发。对，那老师，请你马上现场教学吧。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胸椎肩胛放松运动。对对对，其实这个我可能要转身啊。来，好来，像我们通常我们是做。我们扩胸运动嘛，扩胸运动它是把肩胛骨往内拉的动作，然后我们胸椎的肩胛放松运动，我们需要往外拉，可是这样往外拉的时候，你的力量其实不够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上半身坐直坐挺的时候，把我们的手背在腰际的地方，手肘往前伸，这个时候我们肩胛骨会呈现一个往外延伸的动作，往外延伸的时候会让我们的肩胛骨周围的肌肉群跟肌腱，它会整个做牵引拉扯的放松的动作。然后反复几次，慢慢的让它松弛开，其实就可以了。
好，这个就是胸椎肩胛放松运动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来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。不过我知道说淑媛姐姐，你是不是本身也会腰酸背痛？会。为什么？我刚刚才跟他聊了半小时，我马上这个肩胛就酸了。啊！我哪里姿势不正确啊？真的呀？对呀。好，没问题，马上。董事长救星在这里，诊疗床再度进摄影棚，现场揪出病灶。赶紧的，老师，淑媛姐她的骨盆歪了吗？歪了，我们可以检测一下，这绝对是歪掉的。来，他用绝对来，绝对是歪掉的。我好伤心哦。哦，不用伤心，因为淑媛姐你的坐姿习惯如果会翘脚，势必会歪。哪个人不翘脚？哦，是啊，所以现在人都会歪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教观众朋友说，我们怎么样自我检测，怎么样自我恢复。好，对不对？势必会歪嘛，那我们势必可以把它调整回来。来，我们的检测方法最简单的是，我们先屈膝，双脚脚底平贴，平贴之后，我们的第一指关节对齐。第一指关节对齐的时候，我们双脚靠拢屈膝的时候，来，膝盖往上推。淑媛姐，你有没有发现到，从你的角度看过来，右脚高于左脚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个多出来，对，代表你的右脚的翘脚时段多于左脚，因为你的习惯会是这样子的动作。嗯，没错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右脚膝盖会比较高呢？因为当你右脚膝盖高的时候，代表你的骨盆腔位移的角度是我由右下左上，右下左上，懂哈？右下左上的时候，你的膝盖才会往上顶出来，看起来才会高。嗯哼。所以你的身体不舒服都会偏向右侧。然后以骨盆腔偏右侧来讲，你会造成容易造成那种我们的膀胱系统或子宫系统的不舒服，都会容易造成。如果是左侧的话，会容易造成肠胃系统的不舒服。好，这是检测方法。那我们如何让它自我复位呢？来，我们把左脚放平。我们刚刚检测出来是右脚，右脚比较高的时候，我们把右脚的脚踝往上放。啊哈。好，放到左脚大腿根部的时候，我们的右膝来下摆，轻松下摆，这是自我调整的方法。轻松下摆大概30秒到2分钟。有没有觉得我们熟悉部髋部这个地方会有酸酸的感觉？好舒服。对，很舒服，因为它可以去调整你的骨盆的高低。可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压，没有，所以还是要有人帮我压。不用，一般来讲我们脚有重量，我们利用脚的重量，我们大概要需要2分钟的时间。可是我们今天时间上比较不够，所以我帮你加压，加压大概10秒钟。在这10秒钟当中，你会觉得你的熟悉部的地方会有酸的感觉。可是这个腰就腾空了。对，在我们按压的过程中，腰会腾空。可是当我们放松下来之后，反而你现在腰会恢复到平放的动作。我们可以再次自我检测，就是说，来，屈膝一样，屈膝，脚趾头对齐，双膝往上靠，来看一下你的双膝高度，平了，平衡，平了，就这么简单，才三分钟，好神奇哦。对，这样懂了吧？自我检测跟自我调整的方法就这么简单。这个不要做。对，不用。OK， 好 ，OK。还没结束呢，接下来有一段影片，我要请观众朋友仔细看。这个叫自己的脊椎自己松，老师说多多拉单杠。对，单杠的使用方法哦，我们的双脚一定是踩地板的，不要让它悬空，因为悬空的时候你只会力量只会拉在你的手臂的地方。可是我们单杠我们使用，我们是要去拉我们的背肌，把我们的脊椎跟我们的腰椎做牵引。拉伸的动作，所以我会建议双手握把的时候，单双脚踩地，然后膝盖微弯，来蹲下来。在膝盖微弯的时候，身体重心往下放的时候，你的力量就会呈现在你的脊椎上面。这个时候，你的身体手臂跟手腕是可以承受身体重量的，所以你可以每天拉个2到5分钟。好，各位铁粉，这个叫脊椎拉开拉直运动。来一个浪景吧，我们单杠进摄影棚啦。可是我要先跟观众朋友说明什么，老师没有在卖单杠，所以你不要一直打来问说这个在哪里买。对，老师要传达的观念是说，你可以去公园，对，公园里面都有单杠，有公园有这个东西，有都有单杠啊，怎么做就可以拉开自己的脊椎？其实，在一般来讲，我们都会听到说我腰椎不好，我脊椎侧弯，我驼背，那这个时候都会觉得说，我很多医师或者朋友们都会告诉我们说啊，你去吊单杠，吊一吊你就会觉得说你身体比较轻松，比较直立牵引的嘛。我们单杠的使用方法，我们一般来说都会说，我们使用单杠的时候是双手握着单杠，然后会让脚步悬空，好，让脚步悬空。可是这个方法来讲，我们很多人身体不舒服的状况之下，你的手腕已经力量不够了，所以我会建议用我们改用另外一种方式，就是说我们一样双手握单杠，
然后我们的脚底板完全贴平在地板上，我们做蹲下下蹲的动作就好。当我们下蹲的时候，我们的背部背肌它会做呈现牵引的动作，背肌的地方就是在我们后侧背肌的地方，跟我们的腰椎它会做相互牵引的动作。这样子的动作来讲，我们一个动作我们可以做3到5分钟，才能去拉到我们需要的胸椎跟腰椎的地方，进而达到我们松脊椎的目标。那有点简单哦，太简单了。就是你到公园，你只要拉单杠，就自己的脊椎自己松，对自己就可以松了。对，请问现场两位来宾，有人要挑战吗？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来吧，请临时加码，这不用脱鞋啊，对，不用，站上去就好，站上去就好。只是美国设施也不错啦，对，一样，双手握单杠，然后脚底板贴地，蹲下就好。微蹲，再蹲一些。对，这个时候我们的力量会在淑媛姐的背肌到腰椎的地方，因为你如果是悬空的时候，我们的力量一定会在上半部到肩部的地方。她可以悬空哎，你看，因为她跳爵士舞的，你看，这是对她来讲。淑媛姐姐还年轻，哇，对，还年轻，所以她的力量是够的。所以她核心很强，她才能够往上搞。对，核心肌群还够力量。对，肉怎么露出来了？好，名医问诊时间。姐姐，你有自律神经失调的毛病吗？像睡不好啦、心悸，都有哎，也有。对啊，而且我最近出疹子，我也不知道，这边就痒痒的，就两边就是，现在还有。嗯，哪一位可以？马上，刘博士，为什么？因为刘博士擅长一道舌诊。可以从舌头看出一个人的身体是不是出现变化。对，因为我们要学把脉哦，需要一点时间。那事实上呢，我们舌头呢，一般呢就比较容易学哈。那一般我们的舌头呢，这是一个舌头，它的舌尖的部分呢，指心肺哦，就是我们五脏的心肺。那舌头的两边呢，我们就叫做肝胆。那舌头的这个正中间这一圈呢，就叫做脾胃。舌根呢，我们就叫做肾。所以刚好我们的五脏呢，就我们整个舌头呢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因为我们十二经络呢，它也会贯穿到舌头。刚才淑媛姐讲说她可能有皮肤瘙痒的状况嘛，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稍微就请淑媛姐把舌头伸出来，哇，伸出来，马上看，要很尽力的把它伸出来。我舌头很不是很短，那就请你伸出来哈。伸出来之后发觉这舌尖的部分那么红，代表它这个心肺啊，就是代表它的心也热，肺也热。所以他最近有点心烦，所以他睡不着嘛，因为心主神，然后呢肺又金克木，所以他最近就是心肺的功能，他是为什么这边会长疹子？因为肺湿皮毛，所以他就这边会长疹子，这个痒的原因在这里哈。所以还是要保健养生啊，像这个啊叫做睡前压耳穴助眠，隔天上班好精神。是。这有几个耳朵的穴位，第一个叫做耳神门，是。第二个叫肝点，再来叫内分泌点。好，在这个位置哦，你把它按下去，它是很痛的。哦，因为它肝郁气滞，睡觉睡不好就是这一点。站上这个拉筋板的时候，我们身体的重量会整个位移到下端拉筋板的地方。它也可以够筋骨哦，一般它是属于祛风湿啊，所以你有筋骨酸痛，事实上吃威灵仙也是可以的。睡前压耳穴助眠，隔天上班好精神。是。这有几个耳朵的穴位，第一个叫做耳神门，是。第二个叫肝点，再来叫内分泌点。好，这其实是一个耳朵。耳朵是什么概念呢？它是一个倒着的婴儿，所以婴儿头呢在我们耳垂这个部分，手脚呢向上延伸哦，所以它婴儿头在这里哦，手脚是在这边的位置哦。好。那一般呢，我们的耳朵呢分为内耳跟外耳哈。那在这个耳神门的位置呢，在这个耳轮的这一正中点的这尖点，我们叫做耳神门。耳神门是抗发炎的一个点。像淑媛姐有这个火气在嘛，那我们就要把这个把它的热呢把它降掉，所以它呢打通，就是把那个炎呢把你去掉。那因为它有一点肝郁气滞嘛，所以一般呢我们就会贴到这个肝点。这肝点呢，就在内耳，在这耳中隔对过来这一点，这一点我们叫做肝点。好，那因为肝主藏血嘛，藏血呢一般西医叫做内分泌功能。嗯哼。所以您最近呢，事实上也遭遇到一点内分泌的一点问题哈。那一般我们就会贴这个耳朵呢，这个耳垂的位置有点凸起的地方，这一点我们叫做内分泌点。好，那大家呢怎么去按？
事实上呢，我们这个按照经络比哈，这经络笔也没有在卖了，也不用打电话来问，这一般人也是我们在用的。好，那这是我们会拿一个小镜子，然后呢根据这三点，然后我们就会在点上呢这样子给它按压，这样按压，这样按压是很舒服的，这按压。好，那这一点呢，这内分泌点呢，我们也是这样给它按压。好，那没有这支笔怎么办？我们有双手嘛，那意思呢，我们就会用我们的拇指跟食指。好，那刚才有讲到它的这个干点哦，干点哦，就在这个内耳的位置，耳中耳对了，在这个位置哦，你把它按下去，它是很痛的，因为它干预气滞，哇，为了让它的这个郁啊，把它化成氧气，就是它最近也是缺氧，是常常头晕晕的哈，睡觉睡不好就是这一点，那就这样按，通常我们要按大概也是要按三分钟左右，这么久，就这样按，这是自己啊，你看马上就红了，气血循环了。就代表呢，十二经络开始通，而且是通在肝这一点。那内分泌呢？刚才有讲过，内分泌呢，其实在这个凸起的地方，在这个凸起的地方哈。那一样，我们利用拇指跟食指哦，所以我们的双手是万能的哈。那一样这样按，它也是很痛。对，代表它内分泌真的是失调，因为肝主藏血，内分泌失调哦。所以等一下帮他按一按之后呢，他晚上大概就很好睡了。哎，好棒啊，好棒啊！就这样哈，好，就这样按。我觉得晚上真的睡不好。你看啊，睡不着。他晚上呢，他应该是很好睡了哈，而且做梦的情形会降低。OK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就在这个耳神门。那刚才耳神门有讲过，在这个耳轮啊，这个尖点的地方哦，那就是耳神门。那它是一个抗发炎的地方。那一样，我们这样按，它那么发炎，它开始发炎了。嗯。它其实体内就开始发炎。好，就这样按。那一般。我们一样哦，按个三分钟，这样子灯，整个都红通通了，代表它经络也通了，那它的一些症状呢就会慢慢的缓解掉。就是这几个穴道啊，耳神门、肝点、内分泌点。对，你看徐媛姐她整个耳朵都红通通了，晚上就很好睡了。哎，那还有左耳呢？一般我们都是，一般哦，其实我们都先通一耳。然后呢，在一两天之后，我们才会再通另外一耳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对，它其实不是一次按两耳啊。不是，它这其实是我们一按之后呢，它这个也是隶属于我讲的脑肠原力觉醒那个学说。对，就是我们按完之后呢，它是利用你刺激你体内神经传递物质的产生，再利用那个神经传递物质去让你的脏器平衡。OK， 所以是自己救自己。那所以回家我们按完右耳。再按左耳，隔几天之后再左耳啊，不能同时，不能同时，因为你两边的神经传递物质一直产生，它就会互相抵消掉，就是没有了。了解，对，清楚明白，宝贵的一堂课。再来，手机准备了啊，山威灵茶，清肝火，泻热助眠，材料博士马上告诉大家。那这个你看哦，这叫山楂哦，山楂，山楂呢，因为它是属于，其实山楂是属于我们中医的温里药。就是我们一般还有煎的消食哈，就它那个温里也可以消食，所以很多人误以为它可能用来减肥用，就是把食物消掉嘛。那这也不可厚非了哈，它可以消食哈。那因为山楂是味的是酸，酸就会入肝，所以像您睡不着就要吃酸的东西，把那个肝的这个味道入到肝。那因为肝主魂嘛，魂一定它就会睡着哈。这是所谓的山楂。一般的酸梅呢？一般的酸梅也是可以，也可以啊，酸入肝嘛，好好。那其实这个叫威灵仙啊，哦，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威大，这是威神的威，灵魂的灵啊，叫威灵仙。那威灵仙的事实上在中药是属于祛风湿药，它的味道是辛的，就是有点辛，像薄荷那种辛的味道哈，辛苦的辛。那辛呢，它是能散能发，就是把你的瘀，把你的热去把它散掉，啊，它也可以够筋骨哦。一般它是属于祛风湿药，所以你有筋骨酸痛，事实上吃威灵仙也是可以的。好，接下去这个就是灵芝。嗯哼，灵芝呢，它是属于三铁类的。终于见到它，原来长这样。对，其实像灵芝呢，它有青芝、赤芝、紫芝、白芝，它的颜色呢有这么几种。那一般我们最好的三铁类呢，它是属于赤芝，也就是说那种微红色的这样子哈。那我曾经研究我做过，就是灵芝它是三铁类，对，它可以抗自由基。如果自由基没有了，它就没有发炎的现象，没有发炎，它一般免疫系统能力就会上升，自律神经也会平衡。那泡完这一壶拿起来给大家瞧一瞧，它的色泽。原则上呢，我们还是希望大家用煮的啦，
那为什么中药要煮呢？它因为中药里面有多糖体，那这个多糖体呢，是它可以激发我们体内的所谓的自然杀手细胞。自然杀手细胞一提升之后呢，你的免疫系统呢它会上升。所以整个炎呢就会下降，就是长这个样子。山威灵茶，山威灵茶，好宝贵的资讯。再来，马不停蹄的，你有妈妈手吗？这是顾老师救妈妈手。我们通常遇到妈妈手或者是手腕无力的时候，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戴护腕的方式。通常一般的人戴护腕，除了套拇指，它会戴在尺侧的前方这个位置。顾老师会建议大家戴在尺侧的后方，我们外侧有一个尺骨头，把护腕戴在横放在尺骨头的后方，这样子的位置当下，它可以让你的手产生保护力，它的握力会增强，而且韧带会慢慢的做修补。老师一个重点，你是说护腕要戴在哪里的后方？我会建议戴在我们的尺骨头。来，淑媛姐，美丽的手借我一下，我们的手腕尺侧，它会有一个凸起来圆形的骨头，叫尺骨头。我们通常护腕会戴在前端，可是它的保护力其实不太够。顾老师会建议大家戴在后端。后端的时候，我们的肌腱它会被强化。当它强化的时候，我们的那个尺骨头、尺侧韧带的地方强化之后，我们的握力会增强。所以妈妈手腕隧道症候群其实都蛮适用的。所以会建议说，大家如果戴护腕，不妨试试看往后戴。往后戴在尺骨头的后方，试试看这个的方式，包括连我们的所谓的网球肘，都因为韧带的问题，都会有强化作用，都可以试试看。原来如此，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根本就是护腕戴错位置了。对，好，老师，你这个现场要告诉大家，这个叫做拉筋板，对不对？因为有的时候好像小腿会抽筋啊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家里很多人都有拉筋板。对不对？这个时候，请观众朋友看到自己家里的拉筋板，赶快拿出来，这是宝物。什么叫宝物呢？当我们所谓的拉筋板，跟我们古时候的站桩的功法其实很像。当我们身体去站上这个拉筋板的时候，我们身体的重量会整个位移到下端拉筋板的地方。我们的小腿为什么会抽筋？因为它紧绷了，它没有韧带失去了弹性，才会酸，才会抽筋嘛。当我们用身体用拉筋板的方式，去让我们的小腿肚、阿基里斯腱的地方去做伸展，去舒缓它的紧绷感。基本上我们的下半身的肿胀感，小腿的那种无力感，然后我们的膝盖的无力感都会一并有所缓解，有所帮助。你这样要站多久？我会比较建议，就是在统计上来看，每天至少一次，一次至少15分钟。对，在这15分钟内，其实你会刚站上去的时候，大概2-3分钟，你会觉得非常的不适应，因为人体的紧绷感会不适应。可是你可以去调整自己需要的角度，慢慢去适应它之后，一天15分钟之后，你会觉得，包括你的小腿肚、你的大腿、你的腰际，你都会有明显的松弛感，中直线就出来了啊！对对 对，家里没有拉筋板啊，毛巾可以带，毛巾也可以，对，这样子吗？没错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拿毛巾来代替。这个毛巾有点好，可以，没关系。我们一样，我们是用毛巾去拉它也 OK， 单手拉或者双手拉，你觉得舒服的动作就好，因为一样也是让我们的脚板往后背，跟拉筋板的动作其实是雷同的。所以如果说家里没有拉筋板的朋友，可以直接拿个毛巾踩着这样子去拉它，让我们的小腿肚跟膝盖后方的韧带，我们的中医所讲的膀胱筋，去让它做松弛，让它舒缓，这样整个下半身的循环会越来越好。今天我们特别请商博士说，博士你能不能教大家一套急救法？所以制作人跟博士聊了很久，我们认为说在节目要讲这观念非常重要，因为随时可能就救人一命了，或者你又放在脑袋瓜里需要用得到，就把这观念拿出来。是，博士要教大家就是说血糖太低了，那这个低血糖的症状是？好，一般大家很会忽略所谓的低血糖，那其实低血糖还是致命的一个原因。低血糖，那血糖会发觉到说呢，他一直在盗汗，可是我们发冷汗的意思，他就开始呢随便乱讲话，就发觉到怎么脸色那么苍白啦，甚至嘴唇那么苍白，那我们就发觉到说，这个病人如果他是糖尿病病人，或是他是没有糖尿病，他突然有这种症状，你就知道说啊，这个人开始要低血糖了。这我们原则上有这四大症状，就低血糖的症状。好，这个低血糖的症状你先了解，是了解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症状。
那接下来非常重要，这个是发了一张手板告诉大家啊，低血糖紧急处理的措施。是，那一般呢，我们原则上要喝一点有糖的饮料啦，大家注意，这是液体的东西。很多人呢很喜欢塞什么方糖固体的东西，可以吗？事实上，他在低血糖的时候，他的整个食道肌肉它是很难有吞咽，就有的时候呢，不是因为低血糖死掉，是因为过食哦，也有可能。所以一般我们现在在外面演讲，我们就认为我们强调的就是你要用液体的饮料。那液体饮料当然你有糖的东西嘛，比如说这个饮料啦，这样，或是比较甜的果汁啊，或是呢你去搅一点糖水，就这样。所以第一步你要先喝有糖的饮料，那当然要测测你的血糖，好，测测血糖。那如果你是糖尿病病人低血糖，在这个的时候呢，第一步我们还是 SOP 要先打119，对，先打119。可是119来我们家的过程之中，我们先做完这一些，那在送回去医院的时候，可能他的这种低血糖产生的后遗症就会降得很低。所以一般我们还是教民众说 SOP， 第一个一定要打119，之后慢慢的喝有糖饮料，那自己去测个血糖哈，然后接下去呢就要强按内关穴。好，来哦，首席 model 进场，来我们的宗伟瑜伽垫准备好，为什么要一个一个教？是要涌泉涌泉，那分别我们抬高之后就这样捶。哎呦，就这样捶。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手板拍下来，我先讲一次，内关穴人中穴。内关呢一般就在我们这个腕横纹的三指的这个中指的正下方，也就是大概在这个位置啊，这个我们叫内关穴。那内关穴完之后呢，我们可能就要按一下人中，那记住人中的剂量是拇指哈，我们按压也有剂量的哈，那一般我们就会手掐着它，然后又去按它。那一般呢，如果这个低血糖病人喊痛啊，代表这个人有救了。他比如说他已经低血糖了，那我们还是请他这个躺下来。那我们第一个呢就会强按内关穴哦，那内关穴呢就在这个位置哈，在三指这个位置。那我们他的剂量也是拇指，那我们就一直按一直按，那会发觉到说，哎，他这个内关穴呢有一点红红的，代表他已经得气了哈。那按的时候呢，要记住两边都要按。我现在请示范一边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就要强按我们的人中穴。那人中穴呢，一般我们都它这样比较顺手，那我们就会掐这里，然后一起去按它，然后我们一二三，然后放，然后一二三放，就发觉这个低血糖的这个病人呢，他的嘴唇呢就会变得比较红一点，就代表说呢他有救了。好，这是按人中。那第三个呢，我们就会让这个两腿抬高。那两腿抬高呢，一般就是运用到我们的这个西医的所谓的静脉回流，我们叫 venous return。那你这样抬高之后呢，通常我们抬高，那这样抬高，让他的静脉的血呢往中枢走，病人就不会晕眩。那接下去呢，我们就要捶涌泉穴哈。那捶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这样捶，这叫涌泉涌泉。那分别我们抬高之后就这样捶，哎呦，就这样捶，就这样捶哈。好，那一般我们要两边捶嘛哈，就给他捶涌泉。那因为他静脉回流，所以我们一般就要在大概让他抬高个10分钟，然后最后呢再测一次血糖，病人大概就已经回魂了。这时候呢119车子也到，那起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扶一下病人，免得他头会晕。对，然后要打一打。现在这个背部的穴位是，这也是膀胱穴跟所谓的督脉，就是一开始你教的嘛。对。